六妙法门，天台大师于都夏瓦观寺略出此法门。六妙门者，盖世内行之根本，三圣得道之要境。故事家出一道术，家夫作草，内思安波，一树，二随，三指，四观，五环，六境，因此万行开发，降魔成道，当知佛为，物鬼是即若斯。三圣正是，其不同有此路。所言六者，即是术法，曰术名禅，故言六也。如佛或曰一术变禅，所谓一行三昧，或曰二术，谓一指二观，或曰三术，谓三三昧，或曰四术，所谓四禅，或曰五术，谓五门禅，或曰六术，谓六妙门，或曰七术，谓七一定，或曰八术，谓八悲舍，或曰九术，谓九次地定，或曰十术，谓十禅之，如是等，乃至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诸三昧门，悉是曰术说诸禅也。虽术有多少，穷其法相，莫不悉相收摄，以众生机物不同故，有增减之术分别利物。今言六者，即是曰术法而标章也。妙者其意乃多，若论正义，即是灭地涅槃，故灭四行中，言灭执妙离。涅槃非断非长，有而难弃，无而易得，故言妙也。六法能通，故名为门。门虽有六，会妙不殊故经言泥环真法宝，众生从种种门入，此则通是六妙门之大意也。六妙门大意有十。第一，立别对诸禅六妙门。第二，次第相生六妙门。第三，随便宜六妙门。第四，随对治六妙门。第五，相摄六妙门。第六，通别六妙门。第七，旋转六妙门。第八，观心六妙门。第九，圆观六妙门。第十，正向六妙门。